请你做好准备，曼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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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有伤啊？伤还没好呢，曼玲，曼玲，曼玲，啊！曼玲，啊！不知道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说过，我是你的家人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或许你有什么委屈，你可以拿我撒气，我随时都在这里。 叶总，陈警官，您是来调查玛丽挨打的事吗？不是他挨打，是他打人了。他打人了？打的是白刚。啊，这个。